来到南台科技大厦，有一间以第一任校长高三连号名的三连堂，伊参与过新民会、台湾文化协会等文化运动，是台湾民主的重要人物。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历史，学校图书馆跟国立台湾图书馆合作举办主题册展。这一次其实里面特别讲说，台湾在整个一百年来的民主发展的历程之中，有哪些的重要的人事物值得我们去追思。这些人物经过四百年来筚路蓝缕的走过来，我们想传达的是一种自由民主可贵的价值。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知道，当然这过程里头，台湾民主的四百年里头，包括了我们说经过修宪的过程，七次的修宪过程，以及动员抗乱时期的废止，以及我们所谓的刑法一百条的废止。台湾民主运动大约为1920年开始，包括蒋渭水、蔡培火、蔡慧如等人，拢是代表人物。展览当中，除了历史资料、相关册本以外，也特别挑选甲在地连接的历史做介绍，也是日本老相片甲图画。丁显霸当以来的台湾民主，金曲歌王贾明友也以行这首歌回忆这条民主的路。沿路行，在那个时代，因为思想控制，一挂歌拢袂使真正写，拢爱写爱情，拢爱写一挂生活。啊，民主运动一路行来，本来就足辛苦，啊，伫图书馆内底。在动员抗战时期，你要找到今仔日一部分的册是找无的。结合国家甲地方的图书馆，让学生深入了解台湾民主的艰苦甲成就。台南新闻社蔡宏报道。